OK， 暂时中单就这样子。鳄鱼会在这个地方啊？享受钢铁的滋味吧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还行，没有机会。哎，我点错了。我闪现点到，哦不，我点燃点到闪现了，我靠，他必死的。卖俩下路，刚看到他们的骨头，磨刀石。Yeah.
闪现，没看到，不然我不翻下来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轮应该是要不了。他们活不长。为什么我的塔皮只剩下两层了？游走于刀尖之上，处可藏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有个说法，这个先锋。
那把绝地。还有个武器小儿，没关系。妈的，不是前期那个闪现，没这么难受的。超爱与你一起游戏，真会说这。